你十个小时造一艘能下水的船，你会选择什么造型？今天的比赛，选手们要在十小时内搭建出一艘可以跑的船。作为新一季第一期，选手们都希望在作品中给人留下深入人心的个人印象。比如机油组的 Christopher 和 Robert 是大学同学兼合伙人，一起创业的他们打算搭一个古塔船上的推介会。 Christopher 和 Robert 正在向富有经验的专家组讲述他们的创业想法。舞池中央设置了动力组，让投资者们为他们的讲解疯狂，举起手中的马内原地旋转，场景搭建舒适，情节内容一目了然，下水看看。古塔船重心并不高，所以放入水中很安全的跑了起来。奶奶组的两位资深奶奶加起来已经有27个孙子孙女了，但他们依旧热爱派对。We like parties. The go-go grannies. The go-go grannies. 他们要搭一个可以供奶奶们搞派对的鞋子游轮，赛程过半已经可以看出是全场最大的建筑。祖孙三十几号人在一个鞋子形状的游轮里进行各种娱乐活动，甚至有滑翔伞和攀岩，不论整体造型还是细节都很抢眼。接下来就是下水测试了。You got this, Amy.Yes. 果然，因为船体太大只，又高又重，无法保持平衡，刚进去就翻了。I'm Tim, and I'm Tim, and we are the Texas Tims. Tim 组来自德克萨斯州，德州。要素察觉，果然船头是一头牛，船上举办着德州传统烤牛派对，布满了充满德州野性的竞技类活动，斗牛机体验，还可以去桅杆上自拍。细节很多，但没有重点，显得杂乱了些。下水看看性能。不错，因为船体很小，入水也相对丝滑。兄妹组来自威斯康星州，是美国乳业大州，所以他们要搭的是乳酪游轮，船顶有一个巨大的 DJ 车打姿势，人们在举办冰淇淋派对。DJ 车打虽然长得单薄，但还算牢固，乘客都甩出去了，他还稳居船顶。下行。